李曼娥，你今天无论如何也会死的，你就不要再挣扎了，不然你难受，我也不舒服。林曼娥。 把门打开！小弟，你受伤了。李曼娥的。 抬担架来，把人送医院去。快！去。 共党节医院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也是从门口经过，听到有动静我就冲进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上次，小雪，你受伤了？严重不严重啊？啊？我没事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曼娥，曼娥，你怎么了？曼娥，你怎么了？曼娥，曼娥，谁下的命令？ 你怎么了，曼娥？曼娥，谁下的命令？哎，说！副科长，是共党劫狱，香雪当机立断开的枪。这么说，李曼会真的是共产党？来了几个人？一个或有两个，不止。 光房顶上就三个，怎么一个也没有抓住？一群废物！抬走，副团长，我得去看看他呀。你不要去了，你留下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去一趟。要么我去。你们都不要去，我一个人去这酒，你们赶快带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几个共产党到底从哪儿进来的？会不会是别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？ 还是不明白，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喂！鲁莽啊，鲁莽！小马啊，你怎么这么鲁莽啊？谁让你杀父亲？ 谁批准你去救人了？让吃让楚香雪去杀鲍春鸟的，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鲍春鸟死了。等你们想好办法，鲍春鸟早就死了。小马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一定要给鲍春鸟报仇。那个女特务，我非杀了她不可。小马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擅自行动，我把你送回部队去，你信不信？ 给人看见体内。是。止血钳。再拿一些化妆水浆。是。知道了。怎么样了？子弹是从心脏边上打过去的，医生正在想办法取，只是失血太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。带我去看看。手术正在进行，恐怕不方便吧。怎么，我也不能看吗？好吧，我带您去换一下衣服。
继续。学生来了。起，快，直接停！纱布，纱布，快！江雪，你真的看见有两三个共产党？是，是有两三个共产党。天快亮了，也不知道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是，也不知道他死没死。叔叔，要么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。张组长不让我们过去，是明摆着不信任我们。我知道，自从查出李曼娥是共产党，他就不再信任我了。我是难辞其咎啊。叔叔，您别这么想。他是他，您是您。共产党脸上又没写着字儿，这事儿不怪您，啊。他们回来了。陈生，明天天一亮把这个子弹检查一下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死了，小雪，这回多亏了你。要不是你当机立断开了一枪，李曼娥要是从我的眼皮底下跑了，这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该如何向毛先生解释？啊，是啊，组长，我也是没想到，也是没办法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事已至此，楚团长不要这个态度了。啊，是。我让你查的事儿查清楚了吗？几个共党，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报告张组长，我已经查过了，有两三个共产党是从后墙的墙头上翻过来的，打死了我们两个哨兵，还打伤了两个。真是一群窝囊废！去布置一下，从明天开始。要加强巡防，光明哨不行，还得暗哨、流动哨，不然的话，连我们的老窝都得被人端了。是。香雪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是。组长，您看李曼娥的尸体怎么处理？我是说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个女的。方便一些，交给医院了，这个你不用管。是，张组长，我能不能到医院去看看？不管怎么说，我想送他一程。我刚才的话白说了，像这样的共党，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吗？香雪，你的代号是什么蛇来着？
美女蛇呀。真不知道那个变色蛇现在什么样了。谁是变色蛇？算了，不提他了，都是毛先生安排的，我们服从毛先生的安排不就行了吗？是。统一配枪是楚香学打的。这样会让我更看清楚些。明天早晨你把楚香学叫到我办公室去。是。戏还能跟我玩到什么时候？
吃饭吧，叔叔，您不吃饭了吗？我吃不下。昨天晚上，即便是我不开枪，哨兵也不会放过他的。 其实您很清楚他是什么人，我知道您只是过不了感情那一关。香雪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是，就是觉得咱们都是。 算了，不说了。张弛这个人啊，心太狠，哼，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。叔叔，您说他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死，而是张组长把他给藏起来了？不会，张弛这个人。 做事就是心狠，人死了，他的脸上也不好看。好了，你就别想了，啊，陈胜。 卓小姐，我叔叔为这事儿挺受刺激的，你知不知道李曼娥的尸体在哪儿？我想让他看一眼。卓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张组长根本就没让我插手这事儿，你别为难我。哦，对了，张组长说让你一早去他办公室，他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。他不会怀疑。 怀疑我是变色蛇吧？他问你了。其实他就是瞎猜猜。毛先生既然不让变色蛇公开身份，那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想组长不会不知道这个规矩吧？哦，对了，咱们统一配了枪，让换，把你的枪给我，一会儿去领新的。哦，好。 哎，你赶紧去，别让张组长等你。报告。 江雪，坐下。坐。这次能顺利揪出李曼娥这个内线，你是功不可没。本来我早就想给你请功的，但是这几天没有时间安排。昨天又出了这样的事，要不是你行动果断及时，让李曼娥跑了的话，那我可是颜面扫地了。<笑>揪出内线是我们大家的任务，能出一份力，也是我个人的光荣。 江雪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胸怀大志的人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谢谢张组长夸奖，我怕当不起。什么当不当得起的？我已经向毛先生请示了，毛先生很高兴，也很欣慰。特别指示我要给你开表彰大会，尤其是在你叔叔的宪兵团，真是我们的榜样。 有勇有谋，有胆有识，党国的忠良，我们的楷模。那就谢谢张组长和毛先生对我的厚爱了。不用谢我。
我应该谢你才对。你的作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虽然我们现在任务繁重，但是我对我们的事业我有信心。这两天你也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让陈胜他们筹备一下，过几天给你开表彰大会。林参谋长，有情况。宪兵团那边有情况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他们查出的共党李曼娥昨天晚上被击毙了。什么？张弛不应该这么轻率啊！不是张弛下的命令，昨天晚上有人劫狱，当时楚香雪在那儿，所以他就开枪了。楚香雪？是的。尸首呢？我们能说不太清楚，没见着怎么处理尸体的。真是废物！我们在宪兵团里都是些小喽啰，实在没办法进张弛的身边，我们也是没办法呀。不就是一具尸首吗？张弛又在搞什么鬼？查，你带人给我仔细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给我接东家。杨秘书，杨秘书，我妈有个女人找你，说是有急事要见你。你怎么来这里？杨秘书，有事吗？昨天晚上小马私自潜入宪兵团想救李曼娥，但是人被楚香雪打死了。这样的，小马有事吗？他没事，罗主任让我告诉你这件事，再想办法了解一下宪兵团的情况。还有，最主要的是，陈司令那边到底是什么态度？我们不能再等了。好，这个地方不能多说话，以后也别这么冒失到这来找我，有事到叶老爹店里留话。叶老爹，他靠得住吗？这样，你让我想想联络方式，我弄清情况以后直接去找你们。你先离开。好，赶快。喂，梁秘书在吗？不在。等他回来，司令让他到办公室一趟。好的。哎，麻烦你。哎，梁秘书，你来的正好，刚才来电话让你到司令办公室去一趟。好，谢谢。现在谈判的形势很不好，张弛又做了这么多手脚，真是添乱。林参谋长，这么说下令处死李曼娥的不是张弛？哦，是楚香雪擅自开的枪，不过因为情况紧急，据说事后张弛还表扬了楚香雪。看不出，楚香雪这小丫头挺狠，看来她是张弛的心腹。算了，咱们知道就行了。这事儿说到底也是宪兵团和共产党的事儿，和我们关系不大。不过林参谋长说的对，等宪兵团自己折腾完了，就该来对付我们了。告诉弟兄们，处事要小心。是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司令，我走了。对了，梁秘书，
你留下。司令。告诉我，你一直在想什么？我也说不大清楚，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。算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你上次去见那边的人，他们对我不愿意出面答就有什么看法？那倒没有，他们很理解司令您的处境和立场。这回共产党损失这么大，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行动。如果他们有事找你，你千万不要鲁莽行事。这回张弛腾出手来，该收拾咱们了。这我知道。我想这个紧要关头，那边也不会有过激的举动。周主任，哦，小陆，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啊？有消息吗？没有，没有情报。李曼娥已经死了，怎么会有消息送出来呢？你看到梁东哥了吗？见到了，他还不知道情况，他说不让我再去找他了，等他知道情况以后再想办法到这儿来。小陆，哎，这几天你要一天两趟的往臭段庄跑，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。根据这两天的情况看，国共两党的谈判可能要破裂，我们的四个野战部队最迟这个月下旬就要渡江，我们要尽快找机会安排策反陈怀远和他的部队。鲍春鸟同志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只有靠自己了。是主任。好，快去准备准备，安排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。好。中央社消息，蒋委员长今日发表声明，表示如不能实现五项原则，则将牺牲奋斗，万死不辞。中宣部长程天放今天就国共和谈答记者问，表示和平的希望黯然。如果共产党过江，国民党不会投降，而是抵抗。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要靠我们的努力。你以为你不听，战争就打不起来吗？这是掩耳盗铃。我就是不听也知道会打起来，迟早的事儿。怀远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。你让我安静安静吧。你这个老顽固，你怎么越来越听不进去话了？你就当我是一个讨厌的老顽固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？坐去。各位，组长，组长，司令部的梁秘书来找楚秘书，是有要紧的事要跟楚秘书说。哦，
不好意思，我出去跟他说一下，让他一会儿再来。没关系，你们年轻人呢？不过香雪，相信我说的，那个梁东哥绝对配不上你。我去一下。别，过门都是客，哪有不让人进门的道理？香雪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既然是朋友，大家高兴高兴。把梁秘书叫进来，都是党国的军人，让他也看看巾帼英雄是什么样的，不然老是跟在陈怀远的屁股后面，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鸡鸣狗盗的事来。去吧。是。各位都知道，最近我们抓获了一个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分子，具体情况想必大家有些了解了。今天的会议就是为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的人开的授奖大会，还要奖励大家勋枪。我们组长有请。不必了，我只是想找楚香雪有点事情。我们组长这会儿正在给楚香雪授奖呢，他知道你们关系不一般，所以特意叫我请你过去。请吧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向楚香雪学习，一心想着党国的事业，能够做到大义灭亲，并具备有一个优秀军人的品质，对敌人毫不留情。张组长，麻烦一下。你去吧。从来不跟无可救药的人吵架，我来是想知道，谁有这么大本事，抓了共产党，在关键时刻又击毙了。可我没想到，还真的是你，只能怪我以前低看了你。梁东哥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不了解的，我只希望你不要让自己的成见挡住了眼睛。但愿有一天你能够理解我。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大道。不会有这个时候了，你只会走向地狱。我已经彻底看透你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之间恩断义绝。以后各为其主，若碰到什么不幸的话，就是敌人。梁东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送我的东西还有信件，我都放在叶老爹的铺子。如果你要的话，就自己去取。梁东哥，你太冲动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我跟你之间只有厌恶跟仇恨，你的所作所为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只是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应该为什么负责？你很快就会明白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有东西放在叶老爹的店吗？走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取。你脸皮也太厚了吧。那就再厚一层。楚香雪知道张弛已经怀疑他，但他并不害怕。梁秘书来找我呀。害怕也没用，此时的他已经把自己放下了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坚持死扛，寻找机会。走啊。任务一天没完成，他就要想办法保自己送情况。突然他意识到，也许这是他可以离开军营的好时机。对，借梁东哥逃离军营。哎，这驴脾气又犯了。Thank you.
头我就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搭个便车，我要进城一趟。东西我收下了，谢谢你这么多年还留着。快开车吧，耽误事情你负责。你要去什么地方？我还有事，我忙着呢。就前面。发神经了！停车！停车！我怀疑李曼娥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他没死，他在什么地方？你不是自认为很聪明吗？你不是可以在司令部里横行霸道，如入无人之境吗？如果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把司令部的医院查个底儿朝天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干什么？凭什么打人？这里不是宪兵团，不许你撒野！想干嘛？救命啊！打人了！放开他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你在哪儿啊？老吴，老吴，你在哪儿呢？你不是自认为很聪明吗？你不是可以在司令部里横行霸道，如入无人之境吗？如果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把司令部的医院查个底儿朝天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报恩啊！他们两个总有一个是，如果不是李曼娥，就是楚香雪。可如果李曼娥是人，楚香雪为什么这样告诉你？请问您找谁？哦，我是陈司令的秘书，想问一下，前几天宪兵团送过来的女共党怎么样了？她死了。死了，是真死了？是啊。人呢？怎么处理的？宪兵团的张组长已经亲自处理了。张组长处理？怎么处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他……哦，是梁秘书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宪兵团送来的女共党怎么样了？司令听说了，他想打听这事。人已经死了，处置过了，张组长亲自处置，当天夜里人就给拉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杨哥，苏子桐，我发现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带几个人到司令部医院去布个哨，等我回来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好，小山两个。师傅，停一下。宪兵团可不好走啊！我给你多加钱，麻烦您跑一下。